继续来吧。今天要做什么呢？至于这个，我倒是还没想好。对了，就想办法养这只羊，好不好？就是想办法把这只羊捆住。就是想办法把这只羊捆住。先就想办法养几只动物，就以这样为目标吧。这样，好吧，好吧，好，你就待在这里，上去，好，继续吧。外面是早上，这样很方便，这样吃一下就可以了。猪猪也养一下，但是猪猪要两只，不行，这样子。好吃哦！早知道就带点食物出来，反正家里附近有动物的话就可以带回家了。可是好像没有。这样去吃好，这个很补。像这样好，我没办法做这种。如果是有他们喜欢吃食物的话，我可以大量去养。鸡的话，一只就够了。鸡一只就够了，因为可以用 egg，它主要都是 egg，一只就可以无限下 egg。所以鸡的话倒是可以抓一只来，它养的话就是无限养毛这样。鸡。你又回来，哎呦，气死了！乱跑乱跑乱跑，走开！牛羊，算了，羊比较重要，羊比较重要，羊毛羊毛，气死了！这动物讨厌了。过来呀，都吃过来。过来。鸡嘞，这么爱跑，奇怪。狼，嘿，可以，陈凯，我要把狼拉到我们家。
想要，我帮你开路，你就不要暴怒了。先下来吧。先看看狼，可爱的小狼。以后没有骨头也可以驯服了。我就找到一只，所以我就把它牵回来了。它被困在我们家了，它就先暂时待在我们家好了。我想，现在想给它的东西。什么？等一下，还没到，还没到这一关。什么？快！好笑！我对看到这个想给你看我养的羊，很可爱吧？对了，我要把一只羊放在我们家。这只羊。就让他待在我们家，然后以后有骨头就驯服他。这样子，目前没有骨头，还没到晚上，还是去找一点生肉吧。有没有种子啊？算了，我去大厂拿种子。赶快的死吧！我确定他们是二等的。耶，有一个种子了，这样就可以种田了。可是再也没有水这个问题。咦，等一下，好像有铁了。三块铁，做一个桶子，一个桶子，然后可以捞水种田。OK， 然后这里掏出一个洞，掏出一个坑，打漂浮，然后块泥土就放在这里，然后去外面的河边。现在快晚上了。比较好，就是这样吧。然后这个锄头，如果锄头来种田吧。怎么样？你不要出来啊！狼，你怎么了？他会打羊。你怎么？怎么了吗？你想打羊哦？不行，它是我的重要物资，你不行打羊，我不准你打羊。该不会它真的杀了吧？幸好没有。先睡觉吧。我不能让它看到羊，因为它看到羊的话就会去想杀，就是想杀羊。不过我要看我们抽到什么，因为现在有特别的转蛋。超级猫咪记，种子啊！耶，谢谢你帮我榨出种子来，非常感谢你。我要来和平捞一桶水。对，我要做无限水。上次不就拿到那一只白鱼钩？
红豆是白金的。你要杀鸡吗？应该是不杀。找个洞让你住，就是暂时随便找个洞让你住。也不是这个，没有这么多没有。我去等一下小鸡区的火吧。五点。我挖大一点小鸡区，点。点。等一下，我在这里养了鸡，然后在一分钟应该就会结束了。在哪里？小鸡，你就待在这里吧。好，小鸡待着，我马上就为你盖个家。不对。这也就是你家，你待在这里吧。我的乌鸦呢？58A。对，我想做个无限水。你先去爬呀。我做高级。等我回家，我回家一下。哎，让你吓到我了，完蛋，种子不够，还有一个种子，
擦亮一点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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